想吃顿4块钱的饭，都他妈的得看别人脸色。哎呀，来，咱再走一个。啊，这顿我请了。你请什么？说好了这顿我请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男的，这顿必须我请。457，哪位结账？我结。用我的。哎呀，你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什么不给你面子？我请你吃顿饭就这么麻烦吗？那这样吧，咱们扔瓶盖，正面我付，反面你付，可以吗？扔瓶盖。嗯，行。好。喂，二。哪去了？哎，对呀，上哪儿去了？哎，谁让我们去跑？不是，我们不是那个。哎，谁来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笑什么？裴远，你说咱们俩怎么老是被追啊？我也挺费解的，不过咱这么逃单不好吧？傻子，我早付过了。那刚才你跑什么？你真以为我要带你逃单呀？我早就结过账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俀还挺幸运的，是今天第99个消费的顾客，还送了一个小礼物呢。你等着啊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你慢点儿，李远，我一直挺好奇的，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？我就是一游手好闲、一穷二白的司机啊。那酒店的人为什么叫你裴总啊？再说了，谁家开奔驰出来坐网约车呀？看见那栋楼了吗？以前啊，我就坐在那儿，再苦也不觉得累。现在好了。那楼里这么多灯，没有一盏是给我亮的。就这样，我就这样一个。我这整个不是还亮着呢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这一盏灯也是可以照亮一大片的。谁让我们去跑？不是，我们不是。早上好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别误会啊。你对我干什么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冷静一下。没准儿咱俩就抱着躺一晚上呢。裴远，你流氓！我只记得咱俩从公园出来之后，又去换了第二轮，好像还有第三轮，但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一点印象都没了。你还看？对不起。以现在情况来看啊，我们俩只是碰巧睡在一张床上，什么都没发生啊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扯上关系吗？不是啊，我没有啊。你看，这仔仔都在想给你道歉了，你就别生气了啊！那个，我把换洗衣服放门口了，你想换就换，我出去待着，你慢慢收拾啊。你没事吧？我忘跟你说了，连热水器的花洒坏了，出不了热水。哎，裴远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不是，真不是，这热水器坏好长时间了。啊切！哎呦，我平时都直接用冷水洗，就把这插上了。你快擦擦。我听见你在屋里了，你跟我哥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当好人是有成本的，公司没了，女朋友还跟人跑了。你要是忘了之前的教训，我不介意提醒你。你早就不是以前的裴远了。你先把头发吹干吧，别感冒了。
早上好。如果贵公司能聘用我的话，我可以为公司带来。我看了你的简历，确实挺不错，但可能不是我们想要找的人，抱歉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你好啊，我昨天不是给咱们公司投了简历吗？请问一下，什么时候安排面试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裴远。裴是上面一个飞，下面一个一，那个裴。远是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没能进入面试。哦。哎，兄弟，你这儿缺人吗？不，我啥也能干，你给点钱就行。宋植，你怎么来了？等你啊。等我干嘛？你不是一直说我缺一个司机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好像确实缺一个司机。那就是我不干啊。不是，你吃什么呢？九轩巧克力。不是，你快吐出来，快吐出来。咽了，现在你就送我了。不是，我说大小姐，你做司机是这么野的吗？你这车你开不了，你打个车回去行不行啊？我不管啊。这大晚上的，我一个人在这路上，醉醺醺的，这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能负责吗？大姐，你就吃了一块巧克力啊？哎，你去哪啊？上车，送你回去，还能干嘛？到了。宋芝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你觉得我之前帮了你几次，你很感激我，总觉得要为我做些什么，但其实我只是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儿，换谁都一样，所以你不欠我什么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是可怜你，也没想还人情。后来遇见他，陪我成就东山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先把衣服穿上，这么冷的天你穿着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那事我自己处理就行，你别管了。我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才雇你当我司机的，打拼了这么多年，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，做很多事儿都不是为了感动谁，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留遗憾。虽然我现在还不够了解你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，宋芝，非常需要你。你也不用着急回复，我可以等你。什么时候签合同？那就明天吧。好。